退休后的周华群，所有家事老公全都包办。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环保，而且不只是他忙，也带动全家来投入。平常的日子，先生是最好的帮手，帮忙整理分类，也一起送到环保站。爱心回收。假日的街上，则是看得见女儿和女婿的身影。哎，这么愉快，有没得爱心物品？哎，好嘞，干你哈。你好，这么愉快，挨家一户做回收，店家们都支持。环保好，对人类是一种贡献，真的是个。如果是这样子环保下，地球真的，你在自己在糟蹋自己，真的是自己。地球你爱护它，它也爱护。住到这个里头，进入了以后，也住啊，非常的开心。为啥子？不分职务高低，对吧？不分年龄大小，大家都非常开心。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，为地球减负。周奶奶是在2年前接触慈济，她走在最前头，不忘带动家人一起走。我说我心里非常高兴，说真的，他们都很听话，因为我跟他们说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。为大地尽心力，一家人的好感情也让人羡慕。大爱新闻张勇、叶平，四川报道。